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晨，这是我的新年纪录片第三篇。如题，我又去打了100抽的生肉罐头，因为我上次没有抽到虎虎生风，加上身边的朋友也都没有抽到，所以觉得很难抽。这位观众，你太幸运啦！这次一共打到30次顶帽子，希望能多开一点白虎帽。我的目标是一仓白虎帽。我要成为专业的老虎养殖户。最后有14只，超开心的。接下来准备开始抽罐头啦。如果能顺利抽到，那我之后就去凑齐2000个罐头，召唤虎弟喵。有没有人想要一起攻略虎弟的？以下开放报名哦。觉得这位路人刺激我，太羡慕啦。呜，又没有抽到，太难过啦。幸亏知道水饺是能交易的，感谢 OKK 提醒。还好这次老虎打到不少只，稍微能安抚一下心灵，但又要展开大年兽之旅了，好心累啊。